相关的诶民族工作，以及即个祖创艺术诶作品诶设计吼，总共定位将近要到千万。在红山考出来范围呢，就是咱即个要做诶祖创基地内底即个公园诶保护，啊个路边吼，大路边两百层吼，拢规个拢要做整理。祖创基地景观公园占地面积4公顷了吼。那另外，我们将把面临台山县这140公顷的围墙全部打开。那我们施工的期间大概300个日历天，预计大概明年4月9号就可以全部完工。那这个公园非常有特色，它是结合糖构的这个糖业的文化，还有包括竹产业文化，两者相融合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公园。就在我们古坑乡石壁这个地方有一个精准疗愈基地，有516公顷的梦中竹。那竹呢是连量书法一次的哈。那我们除了有竹产业的一个创生基地哈，就希望落脚在我们斗六的这个糖厂。那同时这个交通非常的方便哈，不只是从我们78线下来台山县哈，那在路边而已可以串联我们斗六跟古坑这样哈两个基地哈，可以让我们很多乡亲来到这里，可以感受到竹产业的一个美好。